安，今天我们就到了大阪，现在第一个站呢就到了新斋桥站。啊，哇，这条街实在是太长了，你看。书记，这样的时候的话，我有来麦当劳，那我们看一下日本的麦当劳有什么。哇，这个是什么？好像是下来的吧。看到这个螃蟹的话，就证明你已经来到了奥顿街的美食街。坐那个浅青色的那个车，就来到这一个圣之宫这个站，它这边又写着3A 或者3B， 就是大阪城的大阪神宫。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坐的车，这个要另外买票了。OK， 那我们开始进去了。现在我就要去买一个大阪烧，600円。OK， 我可能米焼き。喜欢吗？那个是这个抹茶雪糕，我们来试一下。来，妈妈来，跟着来喝。哇，忍者嘞！哎，留个给我。好，谢谢。这个，王冠，你终于。哦。好的。进到去里面。这边在外面的话，它也有卖这个精品的，我觉得那个猫会很好卖咯。可以养小猫吗？应该可以买走了，不理了。看明年的手套。明年的那个盖耳朵的，然后明年手套，还有明年帽子，我也弄一等明年帽子来玩吧。还有这是 Snoopy 和那个 Hello Kitty 的帽子。欢迎小仔，这个是看到那个价钱吗？4200。
发现了一个，这个模型才350元，大概是12块一哦，有这样便宜吗？是我就拿一，就是我就快快买了。还是这个是 Happy Birthday 的才有了。说那个海贼王的很美。进来的话，你要放鞋子在这边，放100块，然后锁了它。看是这个中央子的，所以这边是新裤，然后大家就是休息的时候。这个是男孩子的咯，那我们进去了，不能拍了里面。刚刚泡完温泉了，现在是要食物吃东西。我刚刚叫了一个，这个叫陶板烧，是猪肉片。看到吗，大家？叫我会拍给大家看。那和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第一次，泡这个露天温泉的感想吧。其实比我想象中小个。它就是里面有个就是大操场，大操场里面室内的有3个温泉，然后有一个steam， 还有一个 spa。对，所以如果你要浸泡之前，其实要先抹干你的头，不然你出到去外面会着凉的。其实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在韩国已经浸过一次了，所以没有这样大的反应啦，因为你有了解好。还有搞那么多雀仔的，就是。就是有一些好像南瓜之类的东西哦，有洋葱、南瓜，然后他就放那个猪肉上去烧。OK， 这个是米烧素，还有饭，这个好像是类似小熏牛的东西，就是那个炸过的豆腐，还有沙拉。还有酱料，那猪肉香，好吃啊！那猪肉，我想香的猪肉，它这个有小小的汤料，这块就是刚才那个，应该是鱼生来的。好吃，店里的东西啊，随便一件东西都很好吃，是不是？但不是很香哎。很好吃啊，还有鱼子。再有个是豆腐。差不多一个吧。好了，我要专心吃东西了。明天就会去到 Universal Studio。那如果真的是要来 Osaka 玩，是记得买这个 Osaka 美型 Pass 来泡着你的温泉，非常的好。你泡的话，整身很软，因为这几天的都很冷啊。明天见，明天去 Universal Studio。好，拜拜。Giorno di torno girano delle belle turbando al riposo, ma ci s'è attuato un cimo d'amor. Delle belle turbando al riposo, ma ci s'è attuato un cimo d'amor.